俺家这上街的回来了，啊，回来了，啊，买桶了，买桶了，买点那个大骨头，去买大骨头了。给妈妈买个瓜。哎呀，买个这个瓜呢？啊，买个这个瓜。哎呀妈，好沉呐！兄弟啊，我看这大头，那个外地的渗水往出，就买一个。嗯、水屋里装水那个缸坏了，买一个。这个比原来那个厚实啊。厚。啊。厚。确实厚不少啊，还大呢，比原来那个。啊，买点。妈告诉你买盐买了。买了，买点小柳根儿。这个。啊，没有买呢。酱炖呗。酱炖小柳根儿，买小柳根儿。妈有点吃这个小鱼儿。嗯。哦。买点盐。这都是盐。一粒盐啊，和这个面盐。完了，买两滴饮料，买两滴啤酒，都收拾收拾啊，完都好喝喝捂的。啊。再买一桶白酒。行。备挺是不行？嗯嗯嗯，行。卸货。着了吗？卸货，卸货，搁地下。完了，理个发。哎呀，这家挺全面的啊，挺全面的。对他，我干，你听我。都成袋子买的盐，我家吧不是说为了囤，为了抢盐。这以前我家也是成袋子买。那今年你就成袋买就行了。对。我下午拿了啊。嗯。我提了这个，提了那个。哎呀妈呀！我这果都揪完了，还没做罐头呢。搁哪儿了？搁这儿。啊。哎，你帮我提着这个。这缸得搁外边刷刷。这桶厚是吧？厚不少，比原来那个。拉屋去。这个缸的水也逃出去，是不是？嗯、对。不用扔，这缸水逃这里半下，完了它就抬出来了，完把这缸坐上，这半下再逃这里。啊，对哈、啊，我还寻思得扔呢，你这赶紧。这个大了够用，水舀吧，这个水舀子是有年头的哟。多大水舀子呀？这水舀子看看啊，45，这水舀得30年了。这水舀子、嗯，谁给整的？是爸的一个朋友，就是专门就是砸以前的水烧，砸铁胃的螺，咱家看房砸铁匠呗。对，铁匠，纯手工的。这纯手工砸的，古董。我说我伤风了，你还？外边凉着，今天。咳嗽，抠抠的。还咳嗽啊？啊，那就有点感冒了呗。感冒了，咳嗽。还穿的少。我一天早起来就一个半袖咧的咧。你瞅瞅，你都穿太少了。没冷，没脚冷不行。没脚冷啊？那因为我妈把那玩意都穿上了。嗯呐，瞅瞅。你穿的太少了，岁数大了，咋也不看磕的了。不行，我就天天看点事穿的少。我还听我说这俩人在屋唠的挺热乎，唠啥玩意儿呢？在这。说你昨天的这脸的颜色。嗯呐，这人好了。好多了，嗯呐，没事儿。嗯，你俩唠吧。唠啊。哎。不行吧？往北，往北啊！嗯，不行，不行，没接电上。好了，好了，我提着来。咋的？老公鸡，老公鸡自己的，把那鸡下的屋灌水了。啊，我妈给鸡添点水儿。走啊，咱俩倒点酱去，上哪屋去？咱家的鸡他能啊，我跟你说。咱家的鸡。老公搁这嘎回家去穿找棉裤去了。穿棉裤啊，要啊。我家这酱不是没发吗？
要是吃吧，就上前院我大姑家叨点儿。这水没熬，没熬那好下呀，是不是？嗯呐，看他家这鹅，快点走，要他们都跑里头去了。鹅鹅鹅，曲项向天歌。白毛浮绿水。他家是买了几十只鹅崽了，我就不知道了，忘了。嗯，看看这一大群，多好看。鹅鹅鹅，这块是鸭子，从那儿开始，这是鹅。我大姑家这是出门就是水稻，她家这个焦黄了都弯了这个穗儿。哎呀，一晃哈到秋了。然后前面那块就是旱田地，苞米地。看我大姑这花，这个是那个喇叭花。这块是那个叫啥了，土豆花，可好看了，好几样色儿呢。转过来看，看多好看这个色儿。搁我们这都搁这个锅扣着，看着我大姑家这个酱，哎呀妈呀，都剩这点儿了呢。咱要每年都叫唤就好。那这也比我家的强。我就炖点豆腐吃点。我们家这就好嘞。好嘞。我说来年往家整完了，完搁你这儿一块下。俺搁那啥的话，我就往高里高块头下。啊，要不然这年年不发咋整啊？还省还省得多的话，你妈打天天坐坐着打钢壳，是不是？嘿，挺黏糊。要下雨了，赶紧揪两个辣椒，揪着绿的是。这家找绿的还找不着了呢，全红了，绷着，忘拿袋儿了，钓上鱼点了，赶紧进屋。给我买一这个鱼吗？要要，挺光啊这鱼。这个大柳根儿，它不好抠出去，这玩意儿。你在等我呢？等你。快点，剩不两个了。这老歇的，你买的是多少钱的？24.6。呀，还有零有整呢。好嘞，再洗一遍，开做。开始炖鱼，烧火，大锅子，来一点料酒，来点蒜，哎，烧两份辣椒，红辣椒，鱼给它下锅，这给我整好了，把这料全搁这里。多烧两口火，抹着炕凉。铁锅炖小鱼儿。好嘞，开炖。好，我要整我这个菜了。什么？辣椒。我是剁点肉馅儿。你说这大辣椒，这得多少肉馅儿啊？塞里去。塞满它，最后一个，这点肉全塞里了。也咋回事了？你说这辣椒里塞满满的肉，能不好吃吗？三个六个。嗯，去做，走。哎呀，别给我整掉了。哦。下辣椒。这样不好煎呢。六个，差不多了。到底，看这不变成这个虎皮状、虎皮状了吗？啊，这颜色就行了。也妥了是吧？妥。下葱花，葱花。这儿的啊，大酱啊。我酱就完事儿了。
喝点汤，嫩点，炖点。我。好嘞。哎呀，这里边的馅儿饱饱的。我闻这股辣椒味儿啊。那肯定是啊。哎呦，差点没折过去。先这个锅。出锅了。出锅。哎呀呀，那完了。折一个。整折了。没事儿。好。大锅炖小鱼儿。朋友们好，我们娘仨从回来，今天第一顿饭哈，是在那个屏幕上出现，对的，炖个鱼，整个辣椒，大道上来卖豆腐的，整个豆腐，就让我娘仨了，来，开吧，个个开吧，那我儿子不在家，你也开不起来的哈，那俺自己得开饭呢，咱妈还说咱们仨人呢，我得吃我的辣椒。来吗？我问问一下，我问问一下。尝尝这鱼，我吃一块来。过年不拿小辣椒煮摘，看着啥样？那你的意思嘛是挨着小辣椒摘，完了大辣椒大呗？对，肯定是受它的影响，就像是说窜秧似的，它错味儿的。你讲话肚啊？你还是你会吃，我吃个尾巴。我吃它就是掐头去尾，吃东西。会吃的人都那么吃。嗯，我不会吃。你把辣椒夹走了，这肉咋不要呢？我辣椒，你吃肉。我吃肉。你说搁这老些肉，不能不香这辣椒？哎，烧呗。没有大米吧？咱们干没就累了老了。天要下雨，娘要改嫁。是谁也管不了的事儿。今天我们这块可冷了。这怎么冷呢？嗯。都我跟我妈俩都穿的老大厚衣服了。我没说你大姑来了，回家找棉裤去。妈呀！我俩去倒酱去了。我问我大姑，我说你找个棉裤，就是没愿意找。然后坐炕上搁衣服，搁棉衣服，把腿盖上了。你看妈呀，妈里边就穿个。线衣，这小保暖的，一个小那啥，晚上套个那个，玩玩穿个针尖儿。说我这半截通红了，完了。大姑婆找棉鞋冻脚了。今天咱家都是非饭菜。嗯。小鱼儿，这个。鱼酱、辣椒酱。对。我儿一走，花皮他吃饭，我是主力了。哎呀妈呀，就你这那两下子吧，你也没我吃的多。他又吃的多，哎妈呀！我尝两。多吃点吧，长点肉，到时候快收我那地。还不是你吃的。妈，今天咱家收拾收拾，不能拿下来，没有黄豆。嗯。不等你了啊。坐好啊。不等你了。那行，你们俩玩这个。我们家吃完就进屋了，不等，自己慢慢吃。一等就该着急了，该吃不饱。奶。他本身吃饭就慢。嗯。今天视频就先到这了，朋友们。明天见，拜拜。